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接着看第六句，大悲深重恩，见众生造恶，如各之体，故善财为无忧得神云，甚者，譬如有人唯有一词，爱念情志，或见被人各皆之体，其心痛切，不能自安呐。说菩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造烦恼业，堕三恶趣，受种种苦，心大忧恼啊。若见众生其身于义，三种善业，生人天去，喜悦甚故。这段注解，人事不难理解，实在讲含义很深。如果粗心看过，还是很难体会啊。悲心属于爱心啊，佛家讲慈悲，很少说爱啊。为什么呢？世间人呢，看到爱，听到爱这个字，里面它有情有欲啊，自自然然呢它就生下来啊。可是佛的爱呢，佛菩萨的爱呢，里面没有情也没有欲啊。爱里面是什么呢？爱里面是智慧。我们讲理智啊，啊，那说的浅白一点，慈悲就是理智的爱。那么世间讲爱的是感情的爱，啊，所以佛法了不说爱呀，说慈悲。啊，那么慈悲加一个大，可大是大是没有条件的，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个慈悲叫大慈大悲，啊，如果有条件的，这个慈悲就不能称大慈大悲了，啊，所以佛门讲慈悲有四种缘，啊，第一种缘呢，就是世间人的爱缘慈悲，啊，我爱你，对你就慈悲；不爱你，对你就不慈悲。爱缘慈悲啊，这是一般凡夫的啊。那么世间人有圣人，有哲人啊，他们的爱心不但是爱家族，他爱社会，爱国家啊，爱人类，甚至于啊，爱一切众生，那就更大了。
那么这样这一类的呢，在佛法叫众生缘慈悲。哦，他这个心量就大了，能够扩张到一切众生。菩萨了，这个慈悲呀，称为化缘慈悲。菩萨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跟自己是一体啊，已经解悟了，明白了。虽然没有到清正，没有到正悟，只是解悟。真正理解，他接受了，不怀疑了，所以他那个爱的时候是无条件的了，这称为法缘慈悲。到如来果地，无缘慈悲，所以没有条件了。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没无条件的了。那么这是如来果地，如来果地是什么样地位？在华严经里面就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就是如来。那换一句话说，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同时他就证得一分法身。这个时候他的慈悲是属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加上最后这个究竟圆满的佛果，总共这42位都是属于大慈大悲。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今天努力能够达到的是可以达到化缘慈悲。那这个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的这个爱心对于宇宙万物不但是动物，连植物，连山河大地、矿物，都充满了平等的爱心这叫化缘慈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没有了，爱心变成什么？变成自私自利爱什么呢？爱名闻利养，爱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错了。这种迷，迷沉迷在欲望里头，连一个世间君子都不如都比不上。为什么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有别的。你要真正追究它的原因，总的来说，不读书之过啊。正是《三字经》上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必然的道理。狗不教，心乃迁。那你要不好好的教他，他就被染污了，他就学坏了。所以你就晓得教育是多么重要诸佛菩萨大悲深重恩
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教导我们呐、啊。啊，所以三轮施教啊，三轮的心里头念念不舍众生啊，众生虽然多啊，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如来心中啊，从来没有忽略一个众生。他真有那这么大的能力吗？有。我们怎么相信呢？我们相信那是信德，信德是圆满的，只要明心见性，就是圆满。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忘掉啊，啊，圆不到这么大的境界，啊，见性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学佛明心见性是多么重要，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实实在在说，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环境当中，要想明心见性做不到啊！啊，那怎么办呢？换一个学习环境，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的目的，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最后还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才晓得净宗跟禅宗跟天台跟贤首跟法相跟三论没有差别啊。啊，最后通通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只是在方式上不一样，啊，手段上不一样，目标方向完全相同。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净宗啊就死心塌地了。没有疑惑了，而且对其他法门呢，一定起尊重心，啊，决定不会傲慢，不会轻视，啊，一定尊重。就像《华严经》幕后53位善知识。个个都是自己谦虚啊，赞叹别人啊。那么修净宗的跟各个不同宗派在一起，各个不同宗教在一起，一定会学到谦虚，会学到尊重别人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心的。那么一般讲爱讲一个字，佛讲两个字，啊，讲一个词，讲一个悲，啊，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啊，两个字当然是两种意思。词偏重在娱乐，悲偏重在救苦，啊，他有苦难，帮助他拔除苦难，这叫悲。啊，给予他快乐，这叫慈。啊，所以慈悲都是爱心。啊，那我们再问，其他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
还有犹太教，他们这个三教是一家。啊，所依靠的经典呢，统统是新旧约。实在讲啊，就好像我们佛教里面的宗派一样。啊，犹太教依旧约，基督教啊依新约，天主教是新旧约统统都学习。啊，这成了这么三派。曾经有一次，啊，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南非那边来了几位同修，啊，有几位啊欧洲人，啊，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吃饭。他问过我，他说：“法师，这个西方啊，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啊，他们的关系、啊、到底是什么？”啊，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就用一个比喻答复他。我是三个宗教是一家人啊，犹太教呢，他们崇拜上帝，是吧？说好比是皇上那一派的啊，他们是皇上那一派的。而天主教呢，崇尚圣母玛利亚，她是皇后那一派的啊。基督教呢，他们崇尚的是耶稣基督啊，是上帝的儿子，是太子那一派。哎，他们听了之后就啊，他说你这个说的很好，我们很容易理解。确实是如此啊，你看他们经典里面讲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那个爱是什么意思呢？给诸位说，那个爱啊，是佛法讲的慈悲，也是理性的，不是带着情，啊，不是带着感情，没有欲望，啊，是理性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古兰经》里面讲啊，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所以。那个仁慈跟佛家的慈悲也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那就是这些圣人在古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们用的这些言语，用的这些词汇，对当时那些人肯定是有很大的利益啊，就如同佛陀当年出现在印度啊，为当时那些人讲经说法啊，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字都用梵文记录下来。我们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要知道对当地人呐、啊，那么这些经典遗留到后世，这就是他教学的影响啊。虽然这个这像旧约里头的摩西比耶稣早多了，比释迦牟尼佛还早啊！啊，摩西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应该是4000多年啊，释迦牟尼佛在中国记载这3000年了，
啊，所以至少要早1000多年了。啊，那么耶稣也有2000多年了。啊，古圣先贤，我们知道，读了佛经才晓得，通是心先识变。啊，佛菩萨具足十种大恩呐，我们要问，耶稣具不具足？具足。摩西具不具足？穆罕默德具不具足？统统具足。啊，都有发心普被门。啊，都有难行苦行恩，我们在这个宗教典籍里面都看到啊。啊，都有不顾自身恩，啊，都有垂行六道恩。今天我们讲我们读的随逐众生恩、大悲深重恩。通通具足，这些宗教我们能不尊重吗？我们能不礼敬吗？啊，你不知道尊重，不知道礼敬，啊，还批评那叫外道分自分他，这是迷呀，没有觉悟。觉悟了就是通的 啊，觉悟了真的知道啊，心性识变啊，啊，自性里边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决定是大慈大悲呀，随诸众生。而不是，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啊，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阿洪。我们读了观世音菩萨32应，在32应里面，你看到大悲深重啊，啊，所以诸佛菩萨各个宗教里头的大圣大贤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啊！所以见到众生造物，就像割自己身上的肢体一样啊！啊，这是比喻，比喻说，比如痛心。所以他的慈悲心才能生得起来。啊，自自然然的去帮助众生。啊，所以众生有感。什么叫感呢？众生有苦有难的时候，感到痛苦的时候，那就是感。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好啊，不但众生在堕落受苦是感呐，造恶业的时候就感，造善业的时候也感。
凡是与法性相应的，这是善；与法性相违背的是恶。诸位要知道啊，大经上给我们说得很好，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德相啊，智慧德相四个字，把自信里面无量无边的善行呢，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佛教人三学，戒定慧。戒是相啊，是自信的德相啊。定是得了，智慧是慧呀。戒定慧这三个字，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我讲德能相好啊，通通包括了。人要认真的学戒定慧，这你可以看到啊，诸佛菩萨欢喜啊，为什么呢？你决定不堕三。你决定不受罪报啊，不受这个苦报啊。啊，这个时候，诸佛菩萨照顾你，帮助你，用大慈帮助你向上提升。啊，如果你很不幸，迷失了自信啊，造的是什么呢？造的是贪嗔痴。贪嗔痴是错误的念头，完全违背了信德，在行为上啊，你造了四重罪呀，杀盗淫妄。给诸位说，无量无边的罪业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四大类。这个四大类是根本的罪业。啊，这个不能细说，细说每一个字两个小时也讲不完。啊，希望诸位多看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讲的也很笼统啊，但是已经不错了。你要再详细详细去研究呢，你去看《无界相经前要》。你去看《沙弥略仪》啊，《沙弥略仪》的注解注得很详细啊。那另外像《安思全书》啊，《太上感应篇》这些东西多读，彻
长途啊，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啊，然后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不造我也。我们造恶业，自己受苦、受折磨，那叫自作自受啊！你看看多少诸佛菩萨，多少大圣大贤，看到你造作一切不善。他们看到听到心里多难过啊。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啊，这个里面包括我们的父母啊，我们造作恶业，堕到我道，父母心里多难过。老师心里都难过啊，你的家亲眷属心里都难过，你知道吗？啊，佛菩萨你不知道啊，你的父母师长家亲眷属你知道啊。同样一个道理，你要行善，不但佛菩萨看到欢喜，众神看到欢喜，你的父母家亲眷属没有一个不欢喜。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相信啊，你不会做坏事，你不会有恶的念头了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世界关心你的人有多少？啊，现在人迷得重，迷得深。啊，不但不会关心别人，连关心自己也都忘掉了。这糊涂到所以然处啊！啊，这很可怕了。原因就是不读书之过啊，所以归根结底讲到最后还是教育啊，尤其是古圣先贤的教育啊，我们在这些年来特别强调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宗教教育，啊，那么这四种教育，伦理道，伦理教育是根，而宗教教育才真正是究竟圆满。他把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个东西不是佛教你的，佛菩萨没法子教啊，是要叫你亲证。啊，为什么呢？究竟圆满这个境界，说不出的。啊，大乘教里常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但说不出，不能起心动念，你起个念头已经错了。所以说啊，
叫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呀。开口便错，你就没法子说；动念皆拐，没法子想。啊，怎样能够证得呢？那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巧妙极了，就是放下。啊，放下执着。要真感，在事出世间法里头，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无，不再执着了。啊，真的不执着了，那么这第一道关口啊，你突破了。第一道关口是什么呢？六道轮回，你超越了啊，超越了证阿罗汉果啊，你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一部分啊，不是圆满的现前，局部，局部开朗。再进步，把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分别也放下，不但我不执着，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那就恭喜你又提升了一级了，你是菩萨了。啊，虽然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了，你还会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叫妄想，什么时候在妄想断掉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华严经》上原叫初地以上，化身大士也叫化身菩萨啊，这就是佛天台家讲的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就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开口便错，动念皆拐，但是宇宙一切的真相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时候的慈悲叫大慈大悲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菩萨的境界，声闻的境界啊，我们讲的时候呢，这个妄想还在啊，执着断掉了，就是发愿慈悲啊，分别执着断掉，通通是发愿慈悲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是发愿慈悲啊。众生缘慈悲呀，没出六道啊，是六道里面的圣人啊。我们讲世间圣贤。啊，世间圣贤没有出六道啊，众生缘慈悲啊，这个四种我们要清楚啊，啊，要认真的去学习啊，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呢要扩大。你想在最初，当然爱父母啊，那么在家同学，你会爱你的妻子儿女、家亲眷属啊，然后慢慢扩大到爱你的朋友啊。我在前面讲的，
你能够爱有缘人，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善缘没有贪念，恶缘没有嗔恚，没有报复，看到他有苦帮助他，看到他行善赞扬，出世为人总要知道引恶扬善啊，这是慈悲啊，再能扩大慈悲一切苦难众生啊，你能够爱护啊一切动物啊，不杀害一切动物，就是蚊虫蚂蚁苍蝇蟑螂，你都能跟它和睦相处，它有灵性的，它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的经验很丰富啊，跟这些小动物相处都很听话，很合作啊。那么再推广呢，对植物花草树木啊，要用慈悲心来相处啊，再扩大天地万物，这是佛法讲的一片慈悲也啊，你的心情多么舒畅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是动物植物矿物，看到他有苦难随手一定会帮助他啊，看到它生长得很好，一定非常欢喜啊，赞叹它啊，爱护它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佛弟子选择素食啊，为什么呢？师尊在经上讲的菩萨慈悲也，不忍食众生肉梁武帝都到了啊，从自己做起，所以这个素食运动啊是梁武帝提倡的啊，佛陀当年在世是圆门托钵，托钵一定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不能挑剔啊，所以一直到现在的小城啊，你看这个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小城人还是出去偷，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所以他们不是吃素的啊，这什么方便，要人家特别给你准备素菜就为难别人了，这个不可以的。
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啊，也是就吃三斤肉。到中国不要吐蕃了，啊，都接受帝王大臣、长者居士们的供养，啊，不要出去吐蕃了，啊，可是还是肉食，还没有吃素，啊，梁武帝提倡素食，所以这个学佛吃素啊，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其他国家里头都没有啊，这是一种好事情啊，真正的好事情啊，尤其现在的肉食因为这些畜生不但是你家里养的现在连野外的野生的都带许许多多的病菌啊，为什么呢？整个地球环境被污染了啊，那么家里养的那更不必说了啊，完全用些化学东西来这个化学的饲料，这个饲料是最不健康的，怎么敢吃啊？你吃了怎么会不长病呢？啊，所以环保，全世界人都知道，环保意识是有了，啊，可是环保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啊！啊，这一桩事情也是要从每一个人就要从自己做起啊。首先要做到心理健康啊，然后才能够影响外面的环境。现在我们这个身心不健康啊，严重的染污啊，影响外面的环境，也是严重染污。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真的是头等大事啊，如果不能改善这个地球的环境，能不能适合人再在此地居住是大问题啊。到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么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就毁灭了，灭绝了啊！谁造的呢？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可不是自然灾害啊！佛经上说得好，众生的业感，你造作的不善业了，会感到这种果。你说多可怕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从我们本身要改进呐！啊，这个改进就是断一切不善意。不再造恶了啊，十恶业要断，十善业要修啊。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
十恶八邪啊，还有一切不善的习气，一定要认真的去改呀、啊！啊，天天改，啊，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常常想念到佛菩萨的恩德啊，这一段，这个清凉大师引的这段文很好啊，祝佛菩萨了，见诸众生造烦恼也啊，现在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你要细心观察，三恶道的影子已经出现了啊，也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个形象，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啊，隐隐约约的，你要是细心观察，你能看到。啊，什么样子呢？出生迷惑颠倒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啊，贪嗔痴的意念很重很重啊，在日常你从相貌上看从言行举止上去看不像是人天两道啊，而是像三恶道啊，你细心观察啊，虽然现在还没去，你就会知道他的前途是在三恶道的。如果你要发现了，周边确实有这些人呢，会什么？会提醒自己的警觉。啊，看到别人回光返照，想想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些现象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啊，当然最好的是用戒经啊，像我们现在一般同学呢，你们用弟子规，用十善业道，用这个标准好啊，起心动念啊，言谈举止不违背弟子规，你就是个好人，佛菩萨看到欢喜啊。啊，出家学佛的同学呢，一定要天天念沙弥律仪啊，念弟子规，念十善业道啊，沙弥律仪
这三样东西做到了，佛菩萨欢喜啊！哎呀，末法时钟啊，在这个年代呀、啊，你还能做到，你真了不起啊！我相信，诸佛菩萨都如是赞叹。啊，你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肯定的嘛！啊，所以就是有把握往生。啊，你要不在这上奠定基础，念佛恐怕也不能往生。啊，这李老师过去啊，老人家常常讲，他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就两三个，简直是不成比例啊！为什么呢？心行不相应，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是我们自己要警觉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